格海洋生存，玩家出生在只有一格方块的海洋上，需要通过不同方式作死获得物资，表面能成功击败深海章鱼 BOSS 吗？哇，大海呀，全是水，西北妹，我们快下去收集物资吧。表姐不能下水，在这里玩家无法游泳，跳进去用喂狗蛋，看一秒就凉凉。好家伙，确实够毒的，可是我没有物资怎么打 BOSS 啊？别急，你看我手上多了一个木板，在这里狗蛋就能获得物资。原来如此啊，那我要狗蛋上一套神装出来。哎，等等，怎么还是木板呢？因为每种死亡方式只能获得一种物资，我们要通过不同的方式作死。那跳水试过了，小白妹，快快快打我！居然还有这样的要求，满足你，打打打！那复活后我获得了一桶岩浆，嘿嘿，有岩浆就可以扩大地盘啦。表姐表姐，我们还可以用岩浆作死呀，直接泡在岩浆里狗蛋。哇塞，有各种从来没见过的食物，草莓饮料、蓝莓、菠萝，还有葡萄，真好吃。等会，这个红闪闪是个什么东东？我尝尝。表姐别乱吃，红闪闪白杆杆，吃了你就躺板板。呸呸呸，竟然是有毒的食物。不过我获得了一个藏宝图漂流瓶，是不是因祸得福了？藏宝图漂流瓶，这可是好宝贝呀，上面记录了一个神秘的宝藏地点。小妹妹，我们快过去找宝藏啊，我请你三。急也没有用，我们现在不能碰水，只能用岩浆开路，慢慢浇岩浆过去吧。糟了，动静太大，吸引到附近的海灵守卫了。怕什么，海灵守卫只能够在水里呼吸，在岸上根本就没有战斗力，打他。大家等一下，手下留守卫，我们可以用它作死呀，看看被海灵守卫气大又有什么东西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，快打我快打我。作死成功，获得了海灵变身石，可以变成海灵守卫。可恶的海灵欺负我不能游泳，看我变身海灵守卫杀回去。小蓝妹，变身海灵守卫之后碰到海水不会狗带，我们可以下海游泳了。原来海灵守卫是给我们送宝贝来了，让我好好感谢感谢你们。这海昊天锤，等一下，海里还有一条鲨鱼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咦，这又是一种作死方式，直接送上门被鲨鱼咬死。成功狗蛋，获得了一把深海洋流枪，可以发射高爆水压弹。物资到手，再把鲨鱼给干了，我们吃鲨鱼翅。啊哒哒哒！敢欺负我们的鲨鱼，找死！表姐是海盗船，我们好像赶了他们的鲨鱼了。怕啥？先把最厉害的大型海盗船解决了，里面有不少海盗的宝贝呢。好嘞，看我的高压水枪突突突，顺便再被海盗击败作死。奇怪，怎么没物资呀？小白猫快下来，海盗船掉落的宝箱里有一套高级潜水装备，还有闪电核心。这么多宝贝，海盗真有钱，赚了赚了。等等，闪电核心还可以合成神器雷月法术，我试试。哇塞，这威力怕是能单挑一整个海盗团了吧。小白妹，咱们现在武器防身，还能够变身海灵守卫下海游泳，快去藏宝图地点看看究竟有什么宝贝。对对，差点忘了，快走，这里就是藏宝图标记的地点了。等等，怎么是章鱼 BOSS 啊？是谁觊觎我的财宝，给我灭。好大的口气，先给你一发雷雨法术，让你认清谁才是最厉害的。重点是他说他有财宝，快交出来，我免你不死。痴心妄想，章鱼绞杀。妈呀，这么厉害，直接把我秒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雷雨法术，海神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终于消灭了。话说他的宝藏在哪呢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早知道留他一个活口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章鱼的宝藏藏在哪吗？